以前放东西的地方了。哎呀，哎，那个是什么？手印？是血迹吗？我不知道。血手印究竟代表了什么？会是当年打斗遗留下来的痕迹吗？接下来尖兵还会发现更惊人的线索吗？我不知道，你看他们当年在这边有什么东西在这边。小心点哦。嗯，没有啊，空。哎，有录音带。录音带。哦，好久以前的，不知道是谁的。要不要拿起来啊？搞不好没有录到什么东西。我先拿着好了。可是用烟祭拜，为什么要放在这里啊？他们真的是这边有人被打死在这里。在废弃多年的工厂里，为何会出现骨灰瓮呢？如此匪夷所思的发现，似乎证实了当年的传闻确有其事。好恐怖！可是他那骨灰坛怎么是开着的？那个镜头你去看一下好了，你镜头看，你们可以伸进去看一下。不尊敬，这样不尊敬啊！要不用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骨灰瓮里究竟暗藏了什么玄机？是谁将它置放于此呢？摆放在这里又有何用意？是兼并的举动引发往生者的不悦吗？外景队是否会因此遭受更大的考验？好可怕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拜拜，好个拜拜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录音带在这边，放回去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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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放回去啊，放回去，这是别的东西。哦、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想要拿你的东西。什么声音啊？我不知道。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你看这边还有血手印啊。地上是不会忘记是怎么样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确定是不是那个往生的人嘛。嗯。我决定下面架空警实验好了。我们出去看望你的，我们这边架个空警实验来证实一下，看有没有，对，证实一下当地居民的传闻是不是那个往生的人，对，是不是被打死那一个？那不是有人讲说死掉了吗？对啊。直接说是不会忘，我也不太确定是不是那个。我们再做空警实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好，等一下我回来再架空警实验。由于柜子的门在毫无外力的状况下自行开启，小翔决定在此进行空警实验。弟弟会捕捉到不可思议的影像吗？我们现在看的这个 monitor 是我们刚刚在那边的储藏室发现骨灰坛的地方。那我们因为不晓得为什么骨灰坛要放在这边，那我们来架设那个摄影机去看一下，当有没有灵异的状况发生。那这个骨灰坛不晓得是人家当时有没有人死在里面，然后是那个人的骨灰，还是说还是别的亡者往生者的骨灰放在这里，所以我们来做一下这个空警实验，对，看到底真实情况是怎么样。对，再看一下。那现在跟我还现在还好，没有什么动静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嘛，这是放录音带那个，然后旁边是骨灰坛。佩仪和 Nico 满腹的疑虑，能透过空警实验得到印证吗？请注意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任何可能。这不是意外发现的吗？对啊，就很奇怪，为什么放在里面？对啊，我们是当地居民就有讲说他，而且旁边还有烟。对啊，他是说只有说因为争吵吵架，并没有说死。然后在庙里他又说确定的死人，就问到一个他亲戚。这次你也死过了，对，对啊，就是看看吧，看看会有什么状况。现在目前是还没有什么特殊状况，对啊，都还蛮正常的。
在搜寻的过程中，新建兵虽然十分害怕，仍强忍心中的恐惧，只为了找出蛛丝马迹，以证实当地的传闻。会不会有那种亡灵想要跟我们沟通啊？告诉我们他们有什么冤屈吗？可能吧。那有什么动物？对啊。不晓得是，会是。事实上，所有事实上一路上搜寻，你们不是都有遭，对啊，遭受到一些莫名的。对啊，他一直攻击我，夸张。我觉得好像是，我觉得某种力量牵引我们。对啊，而且我们就走到这边，就发现那个骨灰坛真的很可怕。我觉得他是故意把我们引到那里去的。而且工厂那么大，对啊，为什么就找到这个？而且那声音一直就，我们就一直有听到有声音，然后我们就一直往那边走，就发现骨灰坛。我觉得他是，而且我们要进去那时候门不是关起来吗？对啊，好恐怖！空警实验结束后，建兵赶紧前往感应地点一探究竟，仔细寻找可疑线索，查看是否有更显而易见的证据。我们打开的时候，他门可以盖起来。他现在跑出来了。里面都是骨灰耶，不要动它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我们要把它盖起来吗？我觉得还是不要动好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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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失敬失敬。我先出去好了，先出去好了。对对对，我们先出去。各位观众，请屏息以待。仔细观察画面中的异状，究竟隐藏着什么未知的力量？骨灰瓮究竟会出现什么不可思议的现象呢？从中能解读出讯息吗？您看到了吗？柜子在完全不受外力干扰下竟然自行开启，会是亡灵的怨念正在运作着，向外警队发出抗议吗？观众朋友，现在就请睁大您的眼睛，随着画面一起检查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柜子在毫无外力影响下的变化。出乎意料的状况，会是亡灵意念的显像吗？很遗憾，你可到底看到了什么？为何会不顾形象的痛哭流涕呢？